家人们，大家好啊，我是小迪啊，还记得他是谁吗？这个毛孩子是咱们一个星期之前在一个农民的手里边救回来的狗狗。这个毛孩子给人看家护院一辈子了，说来惭愧啊，看家护院一辈子了，这个位置这么长的一个刀口是咱们做的手术，长了一个大概这么大的一个瘤吧，然后是个乳腺癌，已经切除了，现在恢复的特别特别好。由于这个毛孩子年龄比较大了，看看这个牙，一共都没有几颗牙了，大概得有初步判断得有10岁以上了。然后一瞅年龄大了，看家护院一辈子了，也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，就把它不要了，然后生病了也不给治。咱们给他救回来了，救回来了以后啊，经过治疗恢复的还挺好的，而且这个小狗特别特别精神。看这小尾巴给你摇的，经过咱们的治疗，这个毛孩子呀，现在已经不能说完全康复了吧，只就是比以前强了，精神头也有了，也不用在这个被这个大瘤子呀给拖累了。小毛孩，看看有没有喜欢他的，有喜欢他的可以把他领养走啊。在咱们这块吧，毛孩子比较多，所以说密度比较大，怕养不好，有喜欢他的可以把他接回家养老。谢谢大家。